李生早啊。OK， 最近我接触到一个产品，这个无线洗脸机器的产品，所以我今天示范给你看一下。哎，借你的手一下，看这个牙膏的威力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牙膏呢，你看啊，我们当做是你的手，是你的牙龈。你看啊，我们现在拍呢，它是整个是渗透进去的 ，absorb 进去的。你看，它会帮助到我们的里面的消除我们的那个阿尔巴虫啊，或者你看到吗？完全呢，就是你看你的手呢。是收进去的，你看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口，我们的口好像说有那些口臭啊什么啊，它都会消除到的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这个普通，你平时是用什么牙膏呢？Colgate，Colgate 那些，你看这个它是其中一种牙膏，你看外面的牙膏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它是你看，你看，它跟呢我们的这个那个植牙的牙膏是完全不同的。你看这个，你看，它里面看到吗？它渗透进去了，都是一些有化学的成分，你看一下。所以你觉得这样好的牙膏呢？大概是多少钱？这样好的牙膏，40多块啊。今天呢，只是22块。所以你觉得值得用吗？对，值得。你要不要试？你值啊。